先看视频。你永远不要小瞧国人的智慧。一个汽修店的老板为了车友夏天行车安全，花了5年的时间发明了这款车窗防护网。首先，它可以有效的挡住小飞虫和各种杂物飞进车里。买回来了，走，开操。装个这玩意儿就能防蚊虫了吗？而且还不影响视线。看看啊，打开之后呢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它这个网呢，的确是挺细密的，而且还留了后视镜的位置。咱直接去装上试试啊。咱先给它装上啊，然后把这个套到后视镜上。好了，安装还是挺简单的啊。先试一下开关门有没有影响啊。没事啊。再试一下升降玻璃有没有影响啊。落。提。没事啊。现在玻璃已经落下来了啊。边角呢挡的的确是都挺严实的。但是呢看后视镜相当影响视线啊，还是挺危险的，不推荐啊。